让早安，今天自由跟庄稍询问，昨天院长说自己要增加修养，是不是要反省，不要跟立委有冲突？国会巡打的吵吵闹闹是应该改革，我也要负责任，我也要一起来努力。那既然辩论死过了，现在就来学习忍耐，这个很难啊，我也不可能一步做到，我尽量啊，请大家多指教，做不好请多包涵。那联合跟东森要询问，内湖新店、高雄接连停电，那国民党立委有讽刺，难怪院长不敢承诺蒋万安不停电，那院长怎么看？电线、变电箱都是在外面，老鼠、鸟虫各种方面都会破坏，甚至有人拿油压剪去剪脱电缆、电线。那过去一年3000件，那现在已经减到不到2000件。台电人员一碰到破坏，立刻非常辛苦的来把它抢救、恢复供电。我们应给肯定跟鼓励，政府也用大笔的预算增加各种防护设施跟管理。我们还是希望这一定难免，还请大家一起来防护。那联合要询问，昨日中国东方航空航班发生事故，那政院是否掌握航班上有没有台籍旅客？这是非常大的悲剧跟憾事，中国如果有需要我们任何协力，我们都愿意尽力，同时对受难者及家属我们致意致哀，并我们一直在注意有没有我们国人同胞。好，那在东森要询问，院长有像总统一样算剩几天卸任吗？那有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给台湾？总统是任期制，院长没有任期，我一直在总统领导国家下率领行政团队尽心尽力，我们就是要守护国家，保国为民，同时防疫做好，拼出最好的经济，并且照顾福利，照顾全民，每一天我都应该尽心尽力。好，院长，谢谢。谢谢。